我们商业网点从最低谷的1400个，到恢复到现在已经达到10625家，我们的保供订单已经恢复到每天约500万份。接下来，按照有序放开、有限流动、有效管控、分类管理原则，严格落实各项防疫措施。从5月16日起，我们将分阶段推动复商复市，购物中心、商场、超市和百货商场、便利店、药店等商业网点逐步恢复线下营业，划定进出通道，做好人员限流，农贸市场有序逐步恢复，批发市场开展无接触交易，暂停零售业务，餐饮、理发和洗染服务逐步有序放开。